三、二、一。像在天际极重的天气，晴和雨的间隙，从不平凡的飞行，探索未来的风景，生命发条旋迹，划破气流，留下了轨迹。因为我们相遇，我找到生命的意义，只要还有力气，就算面对风雨，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都在这里。